4日，消息，京东开启小米品牌秒杀活动，小米笔记日 Ruby 白色款也参与了本次活动。其中新品白色 i3 款秒杀价3398元，较双十二价格更低为触底价。小米笔记本 Ruby 自发布以来就备受消费者喜爱，它拥有全面均衡的配置以及超高性价比，在同价位产品中可谓最佳选择。前段时间小米推出的新款 Ruby 白色新品，真正将高颜值与高性价做到极致。 Ruby 机身为纯白色设计，十分耀眼，机身重量约为 1.8 千赫铂至 19.9 毫米，搭配 15.6 英寸广角全高清防眩光屏，七大丰富接口以及免费预装的正版 Office 家庭和学生版2015，这样性能均衡的轻薄本对于很多白领人士和大学生群体都是很好的选择。配置方面，小米笔记本 Ruby 搭载八代 i38130U 处理器，性能提升 44GB 高速内存， 256G 固态存储，也可以保证运行流畅。显卡方面则是内部集成显卡，十分适合办公使用的文编辑杨锦峰。